在今天的两三篇读经，我们的天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些主要的福音的精神的道理。但是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真的有没有很勇敢的跟随，还是真的接受这个道理的？为什么要说在今天的福音最后的部分呢？他说，如果你们请客的时候，你们请谁啊？没有做过，对不对？有好几年以前，我还是当院长的时候，有几个教友给我建议，后来我们也做了。他说过年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传教士也不能回家，他说我们可不可以把你的那个念出戏的时候，我们请没有家的人跟我们吃饭。我们做了，我们差不多15个到20个人，就是有意思是教友，就是没有在台湾没有家里，还是没有人家跟他们请他们吃饭，就是念出戏，这是很孤独的。这是福音的精神，不是我的意见，就是一个教友，一两个教友跟我讲，我说不错啊，我也是没有家里的人，所以在今天我们考虑一下，到底我们有没有完全解释？因为我们请客的时候呢，我们请谁？知道了，可能从来我们没有请，就是没有办法保大给我们。所以在今天我们要发起一个危险，就是自我成立的危险。我们看这个是神赐赐和王献了三个好教友的危险。我觉得这边的人，我们的汤区的教友是非常好的，也很可爱的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啊，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一直进步的时候，我们也得到了不一样的危险，可能没有我们没有注意。第一个就是骄傲，是我自己肉体感官满足的领袖贪婪。我们看第一个例子，就是跟愤怒、肺炎和心有关的思维在一起。在我们的领袖的身水，我们说这个是我们到最后生命的最后一秒钟是最大的诱惑。我们以为有的时候老了，我们有这样的我们的生命中的最后的时段，魔鬼的力量就是这个。不要说我老了，所以呢，我没有这样的问题。所以更注意，因为你快离开了，所以魔鬼更努力啊，更努力。Last chance 哦，最后的机会。还有呢，领袖贪婪，就是有一些人啊，他我怕得罪人。每一个已经参加，每一个陆军班参加，每一个领袖活动参加，什么都参加。但是呢，生活没有名的。什么三个都参加，但是生活没有名的。这个是一个危险。这是上世纪罗王自己讲的，是危险的，所以这个很骄傲。你看啊，我参加这个课程，我参加那个军班，我参加那个笔记矫正给我们讲道理，然后呢 ，selfie 拍照给宋伟强，你看宋伟强在我的旁边你看呢什么什么数据就都来了selfie 在我的旁边，骄傲。
你跟我宋慧章一起社会，我变成很好的教友吗？可能给我一点点的高兴、兴奋的什么什么东西，但是没有感觉，没有美德。最后的问题就是，到底有没有美德？这个，所以呢，我们继续看。骄傲是我真理哦。在今天的福音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东西是这样的，他有信心，边上有不尊重别人，跟法利赛人一样，他有个性的教友很容易生气。为什么你一直来教他知道啊？就是因为他觉得他是很好的教友。为什么你是这样呢？为什么你这样呢？因为我。不是好的教育，是危险的。可能我们自己没有感觉这样。还有呢，有道的生活也是很慷慨的。但是呢，狮子罗王上狮子罗说，很慷慨也很前进的人，但是有迷你的果子。什么意思？所以人会知道，人会知道我是慷慨的，我是很前进的。秘密的吸引别人注意，所以你们知道吗？在我们的生活中，看不到你做善事，没有人看到，在天主面前，所以你常常做善事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看到，在天主面前是好。还有呢？总不看到自己的缺点，没看到自己的缺点，为自己的错误，慈悲不变，对自己不正视，对别人真正的爱不够，就是没有真的爱心。到底我有没有真的爱心？我们继续，骄傲都在我们心中。其实骄傲很多不同的表现，并且我们看到骄傲的表现就是我很帅，我很好，我很聪明，这是骄傲的，不一定啊。但是叫前置是坚定的。所以如果你做得很好，比方说你唱得很好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唱得很好，哪里骄傲的，你说谢谢，你唱得很好吗？所以你结束了，你做得非常好啊，你办的活动真的很厉害，谢谢。为什么？没有什么骄傲的。但是呢，骄傲有很多表现，害羞是一个骄傲的表现。什么？害羞？你可不可以当一个读经员？因为你的声音很好，我真的好听。不要，我害羞。骄傲，为什么呢？骄傲是什么？特别注意自己，我不喜欢，因为我怕人会讲话。但是天主给你一个天才啊，好听的声音，为什么你不要呢？因为你太注意，所以我们的亚洲也是华人的文化的就是，对不对？这是有骄傲的问题。谦虚是真理。如果你是这样的，给天主给你这样的能力给天主，就是你要好好的用。感谢天主给我这样。OK， 还有呢，我们都喜欢比别人。比别人好，比别人更受重视，这个是很大的诱惑，这个是一个诱惑，但是不一定要接受。我比较喜欢我比较聪明，我比较喜欢这种人，我比较喜欢很多人喜欢我，我比较喜欢我，这是一种骄傲。所以呢，我们说谦虚有的时候有迷你的果子，就是要我当很好的人，所以我可以吸引很多人。
危险。所以上帝在这个星期天提醒我们，我们真的要努力，要一起健康。我们继续，让我们彼此提醒，在天主面前我们都没有什么，我们一切得到 的东西都是天主的。如果你们记得应该在也是上主教福音有一个法利赛人祈祷的时候，很骄傲的人，他说：“天主，我感谢你，我看我是很好的犹太人。”但是在后面的一个犯罪的人，这个不是谦虚的。简单的谦虚就是：我感谢天主给我那么多的好的东西。一半，另外一半是什么？因为我有感恩的心，天主给我好的东西，我应该跟别人分享，这是谦虚。因为我得到的东西不是我的，所以我感谢天主，我怎么表达我的感恩呢？就是跟别人分享。还有呢，在天主面前，我们都没有权利要求得到，我们没有权利，就是没有资格。所以如果我们说天主给我这个东西，谢谢，如果没有给我没关系，但是我还有希望。如果你要得到天主的宠爱，你应该让穷的虽小的也谦虚。其实所以你们知道吗，这个美德就是我们要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很多东西。因为我们都就是很自然，我们都喜欢别人感谢我们，我们都喜欢别人注意我们。其实我们给我们非常非常深的领袖的精神是什么呢？爱。被负面主要就是天主给我天才，给我能力，我做善事，我做好的东西，有人感谢我没关系，有人报答我没关系，有人赞美我没关系，就是我没有得到什么都好，得到什么东西没关系，主要就是天主看到了我的好的性格，就是这样。就是你很高兴做，提醒我们说我很高兴服务，我没有拿到什么就够了，让我高兴啊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我们的教育的生活，我们的灵修上真的很矛盾啊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了解，但是了解是一点事，但是我们努力要按照福音的精神。很矛盾啊！当领先的，我们要成为过后的；当伟大的，我们要说变成一个最小的。还有呢，你有成熟的信仰，我们要像孩子一样。奇怪，为什么不现实呢？我们说成熟的信仰是模糊的。就是我的信仰越来越成熟，我懂的道理越来越不清楚，就是这样。因为好像我看一个很亮的灯，非常亮，所以我跟天主的关系越来越接近。我知道他在里面，但是我看不清楚的了，所以非常模糊的。我们的信仰是这样，所以只有一个美德，一个是谦虚，另外一个是。信任。最后呢，要被告知到我们的谦虚。这个是耶稣基督跟圣母玛利亚是讲的，就是比较骄傲的人，我们的天主拉他下来，然后下面的人给他很高的位置。
就是上帝话语自己讲的。你看啊，突然我想起了圣伯纳德那个路德圣路的圣人，他是什么？天主给圣母玛利亚选的我，是因为我是最丁重的，我最笨的孩子。他没有选那个很聪明的主教，他没有选很伟大的神父，有天才。一个在农村的一个14岁的女孩子，没有读过书。他们的家是一个监狱，没有人用的监狱，还是东西。但是先生非常伟大。每一次，我们的天耶稣基督跟圣母玛利亚在不同的国家显现给某一个人，显现给某一个地方，表证的判断的状况用什么？是他。表证的检查的跟研究的状况的内容，就是有他的方式。没什么。所以我觉得，我们真的要记得，天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宠，因为魔鬼一直给我们有。魔鬼一直被我们拥有，我们应该知道亚当能够犯罪的是因为骄傲的。希望我们一直用天主的恩宠，依赖天主的恩宠，给我们力量，一直抵抗这个骄傲的诱惑，所以我们变成真的